嗨，各位考生们，大家好！113年国中教育会考即将在5月18、19日举行，相信经过3年的努力，大家都能在考场上发挥最强的实力。记得要准备好应考用品和证件哦，免紧张，一定没问题，相信自己，加油！今年市政府为同学们准备了专属的金曜祈福玉手，祝福大家下笔有如神助，考的都会，猜的都对，打开会考成功之门，加油！祝考生们飞向宇宙，浩瀚无垠。